有一个笨蛋头白铺做同性产品研发的科技人，按做易粉片。现在工作阿弟安泰公司又暗藏，年长年久，身体动多蔬菜都唔挑火。古早技术嘅天同铁路磁铁，转到屏东高速嘅路波，一照顾八个月。一下见呢，既然懂得的，还我们做得圈圈的照顾热爱。就有这些基础，这些八乐园，然后觉得说，如果父母年老，没有人承接也很可惜。考虑到绿卡也会设施太热，以及无适合再做重点点嘅农舍，原本台北埔科技公司上班嘅气氛平，两年前决定辞去社头，回到罗福特书谷那批人，更加佢不但人生嘅罗模片得到好转，对于家庭也充满认知嘅好心。我经常一个礼拜至少会有四五天以上偏头痛，那我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偏头痛问题了。啊，有像食道逆流的部分其实有改善。哦，我极足欢喜啊！工课，迄、那个减轻我的负荷啊，吼，工课的负担啦。对同性产品的研发转过来从事务农工作，原本系农业门外汉的徐文平，如参加沙滩技术农耕知识，现在利用分期剪枝的方式，使得一家人的六百人全年如做的菜蔬。剪枝的技术啦，去调节它的产季，那可以帮让那个大面积去做分区的调配，这样让那个芭乐可以一年四季都随时都有的收，这样。基于友善土地同运输农业的观念，徐文平采用初生栽培种腊八嘞，等到插出特用的时节，再用除草机除草，佮完将插出硫化台高原做肥料，本腊八嘞吸收地表嘅有机质，形成循环农业的种植模式。客家新闻陈文林，屏东报道。